灰灰往是不是交女朋友了？我觉得你跟灰衣往都太作了，我都怕你们把缘分给作没了。什么怕彼此做不回朋友，这都是借口。你们啊，就是太骄傲，就等对方主动，就是怕自己多爱对方一点，用的招数都是一样的，这不是自己打自己。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觉得害怕。 我觉得我可能真的要失去他，那你就追他呀，把他追回来。他一个天平男，心软，中央空调没原则的，墨鱼他现在根本放不开，就算不爱他，他也得赚。周全，你可是一个可以把我们家门踹出一个洞的人。能这么活吗？成为一个感情上面就是个幼儿园，灰衣王就是博士生。哎，你要是不算博士后的大招，可能就。 那你的意思是，我得拿出办案子的精气神儿。没错。谢谢你，黄律师。今天就先到这儿了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再见。拜拜。他们这个案子难度大吗？哦，不大。那你一定要好好帮我。他和灰衣王，什么关系啊？很快就没关系了。走了。啊。哦，对了，我那天是不是说错话了？ 我跟周全说，灰衣网去珠宝店的事情，我也不知道灰衣网怎么想的。我烦死他们俩了，就不能坐下来吃个饭，好好聊透彻了吗？我以前也跟你的想法一样，给他们说了很多主意。后来我发现呢，他们两个分明就是特别享受在爱情里，博弈的过程。但是我怕他们这样下去，谁都不往前走一步，最后混半盆皆输了。那个，这个黄律师啊。 墨鱼女士呢，现在是住在灰衣网的家里啊，但是她们只是普通的朋友，是借住的关系。你觉得这个应该不会让他们引起什么误会吧？注意，你们俩之前怎么不说呢？我不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就非常重要，你立刻从他们家搬出来，保持距离。哎，要不先住我那儿吧，我还住得起酒店。鱼，要不你先去楼下等。 我让司机接你，这证据请别跟我单独出警，好不好？陆晨，咱单独聊聊。公益的事情，你在搞笑吗？我是一个职业的律师，我会拿我当事人的案子开玩笑吗？而且以你的智商，你自己想想看，刚才那个提议对这个案件重不重要？重，但不要忘记，他的律师姓黄不姓周。 我知道你从以前就很讨厌我，老是在他背后叫他绿茶什么的，但麻烦你不要在人家伤口上撒盐，别忘记他最高层贵人管理总被扫除了。我用不着你教训我，我有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和良知，你就好好的陪你的墨云打官司吧。谢谢你拆穿我，可是对我一点效果都没有，不是吗？灰网他是个好人，他会的。你真可怜。 全去！想死你了！喝一杯。一会儿吧，好吧。一会儿来找你啊。你说你这是干嘛呀？在学校里都不打架，跑到酒吧闹事儿，有那么大仇吗？抢女人啦？人家那么风情，你不带出街还回来喝什么酒啊？嗨，这姑娘是出了名的飒，我身边好多认识她的朋友都说她挺装的，每次一到关键时。 找机会就开溜，他就是嘴太欠，先收拾。我去买吧，顺便给他看一下伤口怎么样。啊，神经呢？看见灰衣网带一个女的去珠宝店了。 上去坐一会儿，今天太晚了，算了吧。那我上去了，你早点休息。哎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感觉你有点反常。莫云要出国诉讼了，我想在他离开之前完成一些事情，并跟某些人一起交代。我没事，先走了，晚安。 花谢花落，转身留下那句得过且。
好像要跟莫言求婚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就在车里看见他买的戒指，而且他说他要在莫言出国打工的事情给他一个交代。你得去找顾勇。别，你别去，你给我留点面子。我一个人得好好的，这样才是我周全嘛。那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或许只是你的猜测。我不想再猜了，我现在太累了，我想睡觉。那你早点休息。你是来找我聊周全的事情吗？那你觉得呢？所以你到底是真的喜欢莫云云，还是想刺激周全？现在周全对莫云云这个对手非常敏感，你已经成功的激发了他的斗志，他现在对你的喜欢和追求非常敏感，你还想？我希望周全再给我一点时间。时间？你们都纠缠了十年了，还有多少时间？也许事情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。是周全想的太简单，他一直都非常理解。他跟我说你是一个很善良，只是现在这个情况你没有办法放开莫云，他一直在替你辩解。你跟他玩感情博弈的时候，他只不过希望你的一个低眉顺眼换他一些安全感。你到底为他做过些什么？玩猫和老鼠的游戏，在感情上给那些诱饵，像个青少年一样为他打架，你就是想让他放弃自己的底线去追求你，去迎合你，是不是？我今天要跟一个喜欢的姑娘求婚，想请你最好的朋友一起见证。令寻轩跟程丽也会来，老弟放心。胡一榜说他要求婚。没事，今天我一直陪着你，我是你的后盾，什么时候都别失了你周全的发。周全。周全来了。女爷，这个特别好吃。你吃你的啊，不用管我。我先撤了，我有点不舒服。周全干嘛呢？今天我求婚必须得在啊。凭什么呀？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不是都说好了，以后不管谁结婚，另外一方必须得在场见证彼此的幸福啊。好，那麻烦你快点。周全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胡一网，你疯了？你有病啊！你拿这种事儿来恶心我！周全，这十年来我无数次对你明示暗示告诉你，你没有一次理过我，继续无视我，继续跟那些男人搞暧昧。我中间表白过了呀，你拒绝我了，你拒绝我就是为了让我伤心难过，然后为了让我等这一天。对，你有病吧？从上次喝醉酒那次我就想清楚了，我不能让你从生命中消失，但我们当太久的朋友，我必须要给你时间，让你去酝酿，让你去思考对我的感情，你才会不顾一切的跟我在一起，才会让我安全回家。胡一榜，你知道你是个心机男吗？是啊，我用心机追求我爱的女人，不丢人。你不是说你要让你最好的朋友见证你的求婚吗？最好的朋友，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你周全是我最不想当朋友的那个人。你们俩演戏呢，我们可配合够了啊。刚才答应他的，我是运气也发现够了。你别走，你走了，我跑都找不着你。你威胁我是吗？对，我今天就是要你打。我告诉你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给我离他远一点。我最讨厌说男女闺蜜这种混话。从今天开始，他的朋友、兄弟、女人都只能是我，你给我看着。行了，我求婚肯定比这个更好。